头三大四的，你别扭是吧？赵宇环，我当你是朋友，口无遮拦。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再有下一次，你们拿我怎么着啊？小陈，坐下来跟我们一起玩吧。我工作时间就不玩了，你们玩得开心。生日快乐！大家别傻坐着了，来来，祝千姐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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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小姐，你好，你怎么知道我姓严啊？我刚问了调酒师，严小纯对吧？对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好像还没约定吃饭的时间呢。先生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能请您帮我个忙吗？帮什么忙？就是。我刚才和我同事他们打了个赌，这个赌呢就是你如果能够同意和我一起吃个饭，我就能拿到一笔钱。当然您就是帮我假装一下就好了，就一句话的时间，我不耽误您的事儿，可以吗？你肯出钱吗？我就是被架在这儿了，下不来台。但是我拿到钱，我可以跟你分一半。成交。嗨。哎呀，那这是我刚才赢的钱，那分你一半，正好。其实我帮你，不是为了钱，我是欣赏你的坦诚和直接。可是我说好了的，我既然承诺了你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还是谢谢你今晚帮了我，虽然我知道这点钱可能都不够你的酒费。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，倒不如履行吃饭的约定。行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地点我都定好了，时间由你定，可能是明天，也可能是后天，也可能是 N 年以后。明天好吗？行。方便留电话吗？明天方便联系。要好好喝呀。必须的。这是我的号。可是这钱……我的电话，程志远，有事儿可以联系我。啊。哎，干嘛去？你干嘛去？猴子都不计较，你何必呢？你不知道他俩分手那天猴子喝了多少酒，现在还放不下他呢。我平时上课接电话不方便，你就直接给我发消息就好了。好，明天见。今晚谢谢你。再见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倩倩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沈豪真是大方啊！虽然人没到，但这礼物可比谁的都贵重啊！这是给足了面子啊！严小晨送你什么了？
你为了向大家证明他不是在酒吧陪酒，专门选了他打工的酒吧过生日，他还缺一点表示都没有。我跟小陈不需要这些形式上的东西。 姐，生日快乐！你送我的？对，你大概看看，就是有点不太好看啊。就是因为我上次在美食节目上看到喜欢红丝绒，你就做了。对呀，我今天在酒吧借后厨跟大厨偷偷学着做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你尝尝。 好吃，行行行，你喜欢就行。这个是我这次过生日收到最用心的礼物，下次你叫我一起做，没问题，只要你想吃我就给你做。谢谢，先吃一个。嗯，我自己尝尝。 沈浩，你知道我刚才在蓝月酒吧看见什么了吗？啊，严小晨，我告诉你，喂，他喝多了，喝多了啊！哎，大家去醒酒。喂，不是让你发信息吗？我已经在你们学校门口了，我想现在应该是午休，你应该可以接电话。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个学校？猜的而已，一般打工的学生都会选择一个离自己学校比较近的地方。哼，那你万一猜错了呢？也许吧。不过我想，我应该没猜错。嗨。 走吧，吃饭去。